我们的不管是空军或者是海军，可以都是面临严峻的挑战。我相信国防不只是我们国防部或者是我们的三军的工作，更是我们全民国防必须大家团结一起来保护我们台湾的安全。高雄作为海军的家，我们当然更需要全力的来支持我们国防，全力的来支持海军。大家在国庆的前一天，那特别来到这里，除了感谢我们海军在这一段时间为捍卫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表示感谢，同时在明天的国庆佳节，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，在这里也祝福我们国家生日快乐，所有的市民朋友健康平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